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哎，大家看，我今天终于玩麦块了，是不是觉得很难得？旁边呢还有阿神跟闪闪，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跑酷了，耶耶！你的头是你是不是刻了？你是有刻？扭到了，扭到了，今天晚上落枕是不是？今天呢我们要来跑的这个跑酷，哎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没有错，这张是那个螺旋跑酷塔作者出的新地图，哎，我马上就要玩啦。那今天呢特别找这个我老婆，好，前任、前任，对不起，还有这个阿神呢，对，就是他是金毛、对，偷走我老婆的人，今天来继续来跑光明正大啊，对，光明正大，对，我们老婆都不在了，还有我妹妹也都不在了，今天呢我们就来跟他一起跑酷啦，跟这个闪闪呢，这夫妻档呢跑酷啦。那我们阿神听说有玩过，是不是？嗨，没错没错，但我现在记忆那个就像宝可梦一样，一二三空。哎，太好了，大家都当作第一次看过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跑一下，看今天跑到这个最后的终点会是谁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对，你们以为我会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观众一定会说，小光，这不是你啊。通常跑酷不是都会带个什么东西吗？哎，不会了，什么东西？是不会再说出那句话了，就是带什么东西？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某一种系的 YouTuber， 然后要跟我赌博吗？不要提起这个字，不要提起这个字。哎，对，我们现在跑酷的这个时间呢，叶兰还没出嘛，对吧？我来赌啊！哎，不要好了，要的话我就要认真喽。不要，哎。不知道去哪里？去哪啊？这边没有水哦。哎，网上有。那接下来嘞？哎，鱼，等一下，闪闪，你是不是跑过？不要叫我鱼仔！你刚刚真的嘞？叫我鱼仔？因为你说鱼鱼鱼鱼闪，鱼有鱼儿水中游啦，真的是哦。讨厌人家叫我鱼仔了。为什么你讨厌他？哦，我跟鱼仔讲哦，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还说你不要叫我不要叫他，叫你鱼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叫鱼仔？叫错老婆的名字？因为你们两个都很常看我台啊。哎，那我以后不看了。因为叫错名字的不看吗？对，我不看了。是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阿神掉下去了，好假，好假，这背景好假，兄弟，这背景好假，好假。我刚刚很认真的在叫，哎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阿神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跑到大概快，我感觉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就会说出那句话了。哎，输的人，哎，送对方赢的人叶兰一支。要赌就要一开始就赌，现在已经时间已经过太久了。啊，叶兰一支啊，我啊，不然就要吗？赌要吗？来喽，对，赌十抽，赌十抽就好，赌一单，赌一单，你是不是欠我一单？别，你不是欠我一单？欠你一单，我欠你一抽，十抽，不是一单。你欠我十抽哦，对，十抽。哦、不是一单哦，一单是五点五十哎，这什么五点五十？不是我在讲什么？一单是3290块嘛，然后等于是一个五十抽，然后再多一点点。对，你在讲什么啦？就是那一单加起来8080，好像是可以抽50抽，然后又多一点点原石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用那个算过了哦，算过了。所以那是不能。你想要表达的是要赌还是不赌啊？还不赌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怎么赌？我不赌，不赌啊！讲了那么久还不赌？阿半，赌啦，不然赌了啦。不然你跟闪闪赌啦，因为我现在人已经看不到你们了。你们人在哪里？你人呢？我看不到你啊。阿不然就赌那个十抽啦，好不好？十抽啊！哎，十抽好像可以哦，对不对？你欠我十抽嘛。啊，如果我赢了，就有20抽嘞，再加阿红就有30抽了，肯定叶兰出了，是不是划算？划算哎、欸，超划算啊！那我们就赌10抽啦。那闪闪嘞，要不要赌？这边吧，赌啊！这是你要赌，你要那你赢谁有？我 啊，我知道了啦！今天第一名我都跟你赌不是吗？今天第一名可以拿走2、3名的各10抽，这样是不是很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对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回去租车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为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有玩过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忘记啦，没有吗？哎、欸，对，阿神是有玩过的，完蛋，那忘记啦，那我输给你5抽，因为你玩过。哎哎哎，这个哪有人这样子反悔的、啊？哎、欸、啊，你要再假一点啊，至少我先要看到你吧，至少要看到你吧。没有啊，我这张地图完全没有那么。这是我的 first time， 我也没看过啊，我也忘记了，我被踢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好坏啊啊啊！你也是我的 first time 啊，所以闪闪，是吗？大家都第一次啊，没玩过啊，你没玩过，那你为什么跑得这么直觉？
啊，你是不是有开外国？就是肌肉记忆。嗯，你也太肌肉了吧！等一下，我看不到你们啦！哎、欸，我看不到你们啦，好扯哦！我走这边对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叫、哦、我在哪里？对啊，你干嘛一直叫他、啊？你在摸他屁屁呀、啊？啊，走哪里了？啊啊！这里吧。哎、欸，真的是要靠直觉耶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你们人呢？你们要不要等我五秒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打？打什么？不能 kill 自己啦！我死在这里的，救我！哈哈，那就只能在里面了。哈哈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，游戏是这样子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五熊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啦？等一下，这里要跳哪里啊？面交这里这里吗？哎呦，还有人教哦？几岁了？哎、欸，我不会跑酷啊！啊啊啊啊！哎、欸，完了！我摔死，我去摔死，我去摔死。东西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看到闪闪，我看到你。他是不是要开 kill 了？开 kill，、啊、还开 kill？ 你是开 kill， queen kill， kill queen。你都不开指令，要怎么指掉啊？你要指掉、啊，你要指掉。哎，这张地图是不是有很多种跑法、啊？我怎么觉得是没错？难怪哦，你是不是有最佳跑法？不然为什么？难怪哦。难怪我就很快要 kill 啦！不要，我要让你们就这样子死，要死不死的。哎呦，这样才有追逐感嘛，不然都让你们走赢了。那个在烂路，这地图好乱哦、喔！对啊，死他，我怎么死在这里，然后回来这里啊？搞得我好乱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，鱼仔？不是，鱼仔哦，怎么办啊？我一直想叫你鱼仔。我现在离开，我现在离开。好了，我是觉得你可以离开了。哦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闪闪，我不会再叫错你了，闪闪。叫鱼仔啊！我是觉得现在就可以走了、啊欸。怎么办？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找你玩哦、啊。搞不好其实你都是鱼仔啊。完了，你让鱼仔听到很开心哎、欸。嗯、小光，今天你都信我了。啊，最近是我狂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怎么跳过去啊？狂热粉，真的狂热粉哎、欸。他是很花心啊，一下喜欢这个，一下喜欢那个。对啊，他是蛮花心的啦。我觉得鹿、啊，我真的替鹿感到难过、欸。真的呢，真的哎，就明明今天没有鱼仔，然后我们一直在提鱼仔的事情，不是啊，我看到阿神了，哎、欸，这个画面没有阿神不好吧？是不是应该有个？对吗？我在你后面啊，哎、欸，对，你怎么在我后面了、啊？你后面啊？那是后面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先确定一下，那是后面吗？后面啊，搞不好你不在后面。后面，哎、欸，会不会我五分钟就跑完了、啊？他、啊、这好多路哦。对啊，哦，不杂，真的是很杂哎、欸，我找到这里。哎、欸，我会没到十分钟就跑完了、啊，会不会啊？这什么杂鱼 game 啊？哎，你这样子怎么可以？哎、欸，这是好歹也是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进步的一个师傅做的东西、欸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不能说它是杂，是不是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大家哈跑酷跑到后面都已经很熟了，要让大家有点乐趣嘛，路线不止一条、哦、A B C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以玩雷电将军，你也可以玩夜兰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会讲话、欸，很会，都完全听不懂你到底在讲什么，厉害到我也自己听不懂我自己在讲什么。哎，这个米哈游是不是该找我啦？迷哦，你看我对你们多么忠心，真的很迷耶、欸，怎么不管往哪里走都有路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这是往回走还是往？看到阿神了，嗨，我到底在哪里？阿神，你怎么走那？你走错了，你知道吗？贪吃蛇吗？你走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走错了，你走错了。嘿、欸，那边我刚去过了，我刚去过那里了，不是那里，不是那里。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应该吧，应该不是吧。哎、欸，这张真的是很迷耶、欸，没有一个人是跟我走，没有一个人是走同样的路，真的。大家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没有错哦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珊珊，你知道再过两个月，我的岁数就跟你的名字一样了。哦，好老哦。我就叫闪闪岁了。你真的好老哎。哪会啦？不会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越老，男生就越老越香。你是越老越屁？没有，有这种事吗？哎、欸，这叫是童心未泯，不懂啊。越来越屁孩了。这样很好啊，这样才懂屁孩到底喜欢什么、啊，有没有？你要自己要先进入那个心境，你才能做这个创作者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你看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话说你们两个人各十抽啊，注意哦。现在是你们的，这两个很敷衍哎、欸，是谁请来的？是谁请来的？对对，还是我们走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就觉得我们就走了啦。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嘛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让你们五秒，一二三四。嗯，哦，确诊哦，哦。什么的？我去！
我是秀，我好秀哦！到底是什么啦？我是真的看不懂，我到底有没有在往上爬嘞？好迷哦，好迷哦！上地图，给我第二次跑，我可能不会跑同样条路哎。我就是一个问号，我到底有没有走对啊？我好像跑五次会有五次结果，真的啊！我捡到一个，不是啊？哎，我怎么从这里开始啊？对不对？没有踩存档点啊！而且等一下，我走这条路旁边还有看到一条，哎，我看到闪闪了，完蛋了！它很多条不一样的路了，你就是要想办法。好有趣哦！往上，说真，说真，这蛮有趣的。没有，它全部都是正确的路，全部都正确的。哦，就是不知道哪一条比较快这样。对对对对，酷哦！对对对，哎，这张不错哎，我觉得。哦，这边怎么死不了？死不了！先笑一声的，就是为这是为了我的实抽而笑的。哦，对，我已经我确定了，我这次实抽都抽不到。我这次在止血，我在补血，我这一次3.4肯定是好不好？就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抽不到啊！就找你们一次就多实抽，真的是有没有这么赚？免费找人来拍片，然后还可以赚10抽。哎哎哎，想过是赔10抽？哎，没有，我在你后面哦，我就在你后面。你知道我在走哪里啊？赔10抽？不会不会，这不赔啊不赔啊，稳赚不赔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运气来了，赚烂。我不会再用你的账号再抽啊！什么啦？叫那么大声干嘛？掉下来了啦！踢到小拇指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的感觉，差不多的感觉。我又往哪走啊？接下来这里哇，没有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哈？不是，因为我摔下来，没有我刚早就走过你那了，是我又失败。什么屁话？真的啦，你也要下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是被那个大陆的那个影片影响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学小光会学，我不会学那个哎，观众会学吗？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啊，不要再掉下来，我操！生气了，对对对，又掉下来，啊、对对对对，啊、好烦哦、喔，一直掉哎、欸，这真的是，哎呦，完了，至少赢啊，不行哎、欸，如果是我赢的话，如果不是我赢，就不是就没有就没有用了，因为只有第一名可以拿到，啊对，哎对，不公平，你知道你要输700块了吗，闪闪？不公平，我刚才想叫这里，哎没事，滚呐、啊，我没说，我没有叫。我说我差点迷路哎、欸，什么鬼地方啊？这什么路啊？可以继续迷吗？哦、欸，这是 Dogo 这里吧？靠！我怎么回来这里了？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鬼地方？哦，我看到你的名字喽！注意哦，阿神，十抽要没了。身份证字号。这是可以爬的吗？哦、这边。哦，嘿，嗨，你好，我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上去的？可以教一下吗？哦、啊，我看到了，什么鬼地方？哪啦？哎呦，好乱哦！可是好好玩哦，一个不敢得罪。哎、欸，你确定你那边是对的吗？你是往下走、欸？哎，哎，哎，第一名，屁啦！哎、欸，我们好快哦！等一下，对啊，影片是不是都不用剪了、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后面剪，后面剪抽原神哦、啊。啊！有什么问题呢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夜兰池，夜兰池是二月哎、欸，我来、欸、这样也不行哎、欸，我跟你的底掉了。对，哇哇，就没我的事了。哎、欸，没有、啊，你要给啊，你要给阿神十抽、喔，没关系啦。最输的是闪闪，闪闪，我心疼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、那我们去看一下闪闪在干嘛？闪闪啊！啊，有有，没事，差点摔死。你在哪里？欸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远哦！你是跑酷迷路啊？这到底在、啊、你在玩原神啊？你在继续玩原神啊？你看退步了吧？你看不是？你看我这里要去哪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背下这里这里这里哦、啊，我一直过不去你那里，我很难过。小光有手障碍呀、啊？哦，有了有了看到你了，哎、yeah. 欸，你快过了，不许给吧，本王！哎、欸，你刚刚说脏话。哦，我闪闪，你骂脏话，哇！没事没事，我不会再喷醉给爸崩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喷醉给爸崩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反正你又不用给，你又不用给十抽。对啊，我太棒了吧？对吧？你太棒了吧？啊！哎、欸，我出来了，我出土了。你出土了，听起来不太吉利耶。啊！世界冠军。我们绕着你围，绕着你好不好？我们。哎，没错，今天的这个跑酷真的很快。对，没错，我几乎都不用什么剪辑就跑完了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这个闪闪的实抽，虽然啊阿成都不跟他收，哎呦可惜哦，结果我还输掉实抽，我现在只有阿红的实抽了，我很难过。下次要再找一张地图跟阿成 P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跑酷呢，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可以来挑战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下喜欢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